什么话？爸爸没了，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只有一个妈妈，老婆可以再娶。妈，明君是有他的不对。 不过什么？你要我原谅他是不是？我在等敏君给我一个解释。你不需要等他解释，我解释给你听。你有没有想到，那天他为什么要让你爸爸单独一个人去？那是因为在他的心里只有黄崇明和黄玉梅两个人。 既是好朋友，也是好同学。这些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我没有想到，他竟然对自己的亲弟弟都这么狠，他对自己的家人都能这样，难道他不会对我们王家不择手段吗？这件事情少庚已经去调查了，我相信林坤。 我会把他绑出来的。太迟了，林坤已经被抓起来了。少华，难道说你到现在还爱着林敏君？这个我可以理解。从你爸爸死了之后。 在我的心里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替你爸爸的位置。林敏君在你心里，应该也是如此。可是少华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你好好回忆一下，自从你给他结婚，从新婚之夜那天晚上，他把你头打破。 没有多久，黄崇明就把我们公司搞垮了。好在你们兄弟两个争气，才又把我们王家和王氏企业再撑起来。我仔细回想一下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王家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，每一件事情都跟林敏君有关。 王家只要碰上林敏君，就会出事；碰上林敏君，就会倒霉。妈，您这是迷信？这不是迷信，少华，这叫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在我的心里，已经认定，害死你爸爸的人就是林敏君。还有。 把会议也给弄丢了，她算什么媳妇儿？算什么妈妈？像这样的女人，你还要吗？你还要吗？妈，我知道，你到现在还爱着她。 你心里还爱着他是不是？那从今以后，我就离开这个家，我不要再跟你们住在一起了。你别说气话好不好？不是说气话，少华，你老婆害死你爸爸，你不计较。 你老婆把我们王家搞得乱七八糟，你不计较？连你老婆把你亲生女儿弄丢了，你都不计较？好，看样子你还是最爱这个女人。那我走，我走。那您到。
到底想让我怎么样？难道又想让我离婚吗？不错。怎么？你说不出口是不是？好，我来帮你。这是离婚协议书，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字，送到民政局去就可以了。少华，我的话就说到这里。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我这辈子最不想看到的人就是林敏君，你看着办好了。到楼上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妈，怎么会发生这么多事？林坤怎么又会被抓起来了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妈。虽然这些事情都跟我有关系。可是有些我不知道，我真的是无心之失，妈，求你原谅我。你不必再跟我演戏了。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每件事情跟你都有关系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这么说有什么不对啊？有什么不对？难道我老公不是间接被你害死的吗？我告诉你。从今以后，你不再是我们王家的媳妇儿了。妈，别叫我！人前人后叫我叫得这么起，没想到背地里你把我们王家搞得天翻地覆、鸡犬不宁。我也很难过，我也很自责，都是我的错。既然你知道是你的错，你还有脸留在这里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王家不欢迎你，你可以走了。妈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王家，我更对不起少华。我求你别赶我。你不要再提少华。少华已经决定跟你离婚了。不，妈，不会的。少华不会跟我离婚的，这不是真的。他说过，这辈子不会跟我离婚的。是吗？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。你就自己当面去问少华吧。少华，妈说的这不是真的。妈说你要跟我离婚，这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怎么能跟我说这个？我们的会议还没……会议，会议，你还有脸提会议？我告诉你，会议是我们王家的子孙，我们自己会负责。我再告诉你林敏君，就算是会议找回来了，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不会再把会议交给你了。少华，去拿笔钱给他。别让人家觉得我们委屈他了。少华，爸爸没了，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只有一个妈妈，老婆。
我在房间等你。 我们恩断义绝。 记不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这一辈子绝对不会跟我离婚的。如果今天。 是你和我，不会的，我绝对不会跟你离婚。如果你真的签了字，那我林面君从此再不会踏进王家一步。你为什么要让爸爸一个人去救崇明啊？为什么？ 既然你已经签了，那明天早晨。
小华，我离开了王家，我就再也不会回来。